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猜猜我是谁？盖房子业。为什么要猜猜？盖房子。怎么能猜到？公布答案，公布答案，我不知道你是谁。还有一张报纸。这张房子我之前为了找它的入口，在那边转圈圈，应该是二楼的入口吧，不知道现在开了没。因为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盖房子。需要急吗？爱国者报1792年，国民会议史无前例的颁布法令，将给予公民米拉波国葬，并在圣日南斐法的修道院教堂举行。那里现在已被称为万神殿。将成为革命英雄的长眠之地。曾任国王财政总监以及备受欢迎的公众人物的雅克内克尔不光彩地离开巴黎了。他改革的努力曾受到欢迎，但却因为执行得太稳，改变得太少，近期却出现了动荡不安。大家都说太好了，终于摆脱了这位爱管闲事的瑞士人。拉法叶无罪释放，尽管人民反对声浪很大，国民会议还是投出有利于他的结果，鼓励公民尊重法律。人民反对声浪，但国民会议还是通过，感觉有点像我们状况。但许多议员都受到了威胁和恐吓，虽然这自然可以想见是舆论趋向，不过还是必须受到喝止。我们在烈日的兄弟再一次被封建的哈布斯堡暴君所击败，但他们并没有撤退，人民只要尝过自由的滋味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兄弟们，法兰西听到你们的哭声了。迪安骑士，表演者兼女剑客。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些乐章到底唱出他的服装品味精致的荣誉，光荣感，还是他致命剑术的独特技巧。迪安骑士再一次让我们目瞪口呆。第一次用网络看舞台。等你念完瑞士人的游戏，我还想上去看看宝箱开了没。看起来是没有入口啊，为什么？好啦，我去救瑞士人吧。Rhetoric amongst bloodthirsty rioters these days. This 看起来不是一个好的切入点。看我这边，不见了。从哪里入侵比较好呢？查
长枪兵的对决。看错，没有掉烟雾弹。我觉得最强的武器每一个都蛮很强。闪光弹啊！我觉得它比起剑还要好格挡哦，很痛呢。那还有敌人吗？我还需要掩体刺杀哎、欸！哦，我觉得你是熊，猜错了啦！那把枪没有很长，哎、欸，真的耶，短枪。这里感觉好难引诱他们哦。Moderate fit，一个。这里。两个，好，第三个，哎，第三个没有算到吗？啊，怎么不猜猜你我是谁？快猜！不，你知道，你绝对知道他。这时候就要这样，枪杀一个人，另外一个就会来了吧？过来啊！ That's not right. I was just behind you. 你不要脑啊！樱桃大蛋来！糟糕，要泄底了 ！Christ, we may. Shit! I'll get ya. 这边哪？Oh, that's not good. 啊，搞什么？真是的！没有警钟嘞，剩下的警钟在里面吗？千鸟真相地，怎么会？你现在真的啊，一定知道啦。不知道的话，就换我惊讶了。怎么进不去啊？啊，这里这里。开锁喽。
我觉得他的锁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感觉比较难开耶，速度不太一样。东西这么好，啊，还不同房间。那个收集品我要怎么拿啊？难道是对面？韩匪？才不是团匪嘞！不是说你看电视去了？哇，又是一个找不到入口的地方，就潜入吧。开枪打我，这角度你应该射不到吧？刺杀。Show yourself. Right, killer out there somewhere. Hey, show yourself. Stay sharp. Something's going on. I 好像应该进去，对不对？因为进去就没有警钟可以拆啦，这里也只有一个。他叫我拆三个警钟，却实际上给我两个警钟，这是在耍人吗？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千鸟，你知道我一定猜得到，那你也一定猜到我是谁呢？哎，我刚刚不是有说吗？你没有回答我啊！我以为我这样答对了。我猜你是秀吉啊！啊！对对，拿枪的混蛋！还好挡住第二下，那我就要被戳死了。我没说吗？哎，不是，那我就不知道了。盖房子，哎，今天第一次看我的直播。然后只知道熊，什么？原来一切都是我的误会吗？好吧，第一次看我的直播又用学校网路，越来越诡异了。在看流川演戏哦。好啦，公布答案啦，我猜不到。就在依这个侵入状况，瑞士人找到头七了。
不是我太慢了，太快了，问。Search everywhere. The captain wants those papers. There's nothing here. It's in here somewhere.到了，好吧，我蠢了。端，你不回家哦？你说猫王我就知道了，怎么好像转一圈回到刚刚这里？哎，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不认识。下礼拜三天连假再回家，哦。学校好像不是挺烂的吗？到底要我找到哪里去啊？找不到哎、欸。我觉得我已经把这里的人大屠杀完了，我还是什么都没找到。等等就回家，一定时间太简单，对不对？没有啊。那你实验出来还顺利吗？翘吉不会这样说话的。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怎么说话嘛？你说现在怎么有空啊？不然怎么有空？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空吧，就算实验很忙。哎，我找到了，不知不觉中。Back, stay away. What was that? 等一下。刚刚是不是蓝色的也要打我啊？好，我到了，果然还是爆出好的，他不让我太多讯息，好机车，都要避免有人洗版啊。哼，看一下聊天室就没讲。Certainly don't look like a blood-crazed revolutionary. The hood is a bit sinister, though, if you don't mind my saying. Serving as rear guard, are you?Convenient how that puts several locked doors between you and the fighting. Oh, I'm not here at all. Not officially, anyway. But how often does one find the opportunity to poke about in a king's private study? So he's a 国王 Looking for anything in particular? State secrets, private correspondences, personal treasures, that sort of thing. I do hope we're not eyeing the same prize. Name it. Certain letters written to the king.
ripe for misunderstanding should the wrong men find them. I see. Well, then perhaps we can help each other. I believe the king has built a hidden vault somewhere in here. If only we could find it. That's Napoleon. 他自殺了,誰自殺了?實驗還蠻順利的。是啊,好哦。這是另一個直播軟體嗎?好像不是 Twitch。誒,Twitch是直播平台。這是 YouTube啊。看不出來這是 YouTube嗎? YouTube新的直播平台。我這邊的畫面看起來 就一副 YouTube 样。拿破仑·波拿巴，要是早几个礼拜出生，拿破仑就会是意大利人了。这种想法是要吓死谁？拿破仑在科西嘉岛上出生，直到热那亚人将主权交给法国王室之前，此岛曾属于热那亚。波拿巴这个名字的原文。 本来有个拥有着意大利的矿位，我还铁矿的味道。少侠拿破仑在青年时期有着非常不堪的过往，他拙劣的风衣，穿衣风格和浓厚的科西嘉口音，他的乡村礼仪让他在其中，让他在其他一同在军校中就读的年轻贵族之间显得格格不入。 这位支持雅克宾派的未来皇帝曾经是个常常缺课的小子，在六年的课业生涯中，他翘课了38个月的课，这么多，只出席了33个月，留级了啊！这样的话，他还真是个意大利人呢。 在1791年时，他在科西嘉岛上花了数月的时间帮助巴斯夸帕奥里，他是科西嘉岛上的独立派人士，他仇视且不信任波拿巴家族。他因为休假过度，而在1792年1月1日遭到除名。虽然他的身份只是一位百姓。 但是他很快就被指派成为志愿军团的中校，对抗抗议教士法的示威群众。他在没有接获命令的情况下拿下了阿雅克肖城。你说那叫自发，我说那叫无理。之后，他参加了1792年6月20日跟8月10日的革命日。 他参加了土伦之役，虽然他并非独自取下该城市，奥古斯丁·罗伯兹庇尔，法国政府革命领袖马克西·连·罗伯兹庇尔的弟弟，十分赞赏他的炮术，并指派他为准将，让他指挥法国的意大利步兵团的炮兵。在法国和法国共和利的 1795年10月5日。 以保罗·巴拉斯，他原本打算迎娶情妇，为首的保皇人士掀起了政变失败后，他重新为跳跃者轻步兵定位，改革了法国的军制，并以总司令的身份返回意大利。接下来的4年，让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要如何为了公众评论来利用自己的胜利，利用自己得来的胜利来掩饰其失败，在法国，每个人都记得胜利的那场金字塔之役，但是极少人记得输掉的那场阿布基尔湾海战。在30岁时，他不想成为贵族，也不想当革命者。他的母亲有一日斥责他后，他的回应。 我是皇帝，成为经典。而在1799年，他则力称我是波拿巴家的人。他这样不是不信任波拿巴家吗？他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
而他的科西嘉口音几乎要消失了。其实看起来有特别矮吗？好像还好啊，亚诺也没有高多少。刚刚蓝冰莫名的死了，对啊，我想说，有可能是我杀的啦，说不定。YouTube 现在进阶到可以直播了，对啊，前没多久推出了吧？流川摔车了，哭哭，你在看料理哦？二分之一了啦，等等换完麦块吗？等等不会玩麦块啊，今天是刺客的日子，所以大大是谁？他是同个实验室的学弟，小一届的。什么东西二分之一？你说我的进度吗？所以拿破仑也没有特别矮，我可以擅自找东西哦。22K， 原来。Very nicely done, my friend. 。Incredible. Find your prize. A cornucopia, yes. And you? Believe so. Yes. This is it. That should take care of that. May I suggest we leave? Quickly. What is that? Our way out. Cover me, would you? Oh, 他居然还有隐藏出口！你们三个打得过我才有鬼嘞！三个一星兵，乱来乱的。Demon with a blade. Hold up! No! Oh, 看起来是要撑蛮久的，烟雾弹也拿出来好了。我在刺客组织学的，来个掩体。哦，哎呀，喂，闪避，戳死你！别高兴太早，善用死亡转角，无往不利。哎，前面还有好多啊！Let's go。枪法很准，不愧是传说中的拿破仑。Search everything. I want those documents. 黄昏实验室是什么？有提到黄昏实验室吗 ？Yes, Captain Rui has that effect on people. Friend of yours?Assistant Thorne, I haven't quite managed to pluck out. He has information I need. I need to get back up there. In this mess, you'll never find him again. Come with me, I have a better idea. 你有更好的主意是吧？等一下，我怎么没有看到黄昏实验室？现在是早晨实验室，这也太惨了吧！你加油，弗雷德里克·鲁耶。弗雷德里克·鲁耶上尉于1789年加入法兰西卫队，法国御林军队。刚好见证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身为一个穷鞋匠的儿子，鲁延没有任何希望在一群贵族身份的法兰西外队里晋升上去。据他的同才所说，鲁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的信件或是日记，也可能因为不识字。法国大革命的华丽陈词让他找到真正的信仰，真正信仰他的信徒。正当有部分的法兰西外队转去投靠国民自卫军，鲁延也是其中一个。他官阶晋升的很快，没有因为不是贵族血统而受到阻碍。而随着昂桑泰尔，他也是攻打杜勒立宫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也是个暴力残忍的怪物，用革命的热情作为借口，一路屠杀掠夺整个法国。但我们都有缺点，我是说我就会咬指甲。咬指甲算吗？差多了。不要惊讶中午跨年实验室是什么？是学姐吗？是你学长？没有问题的啦。好，我们继续。You handled yourself well back there. I don't suppose you've ever considered military service. I'm not much for. 对啊，我如果加入军队，大家马上就被杀头了。The bane of generals and statesmen everywhere, an individualist. I know the feeling. Men like us have a great advantage over most in the army. You see, we can think for ourselves.可是会被盯啊！ If you joined up today, you'd be a marshal in 10 years, guaranteed. A generous offer, but no. Where the heart leads, a man must follow. Look me up if you ever change your mind. Bonaparte is my name. Napoleon Bonaparte, second lieutenant of artillery, for now. Arno Dorian.A pleasure. And as a personal favor, if anyone asks, I was never here. 他真的没有传说中那么。Watch the whole thing from a furniture shop. 除非亚诺也很矮。A face in the crowd, of course. 等等，这位年纪比我小，应该是童年。嗯，黑啊，应该童年。Sir. Fine, Corporal. Superb shot. Regular drills are critical to a regiment's success. We should be going, sir. We part ways here. What about Rui? Give me a few days. I'll see what I can learn of his current posting. Perhaps I can arrange an introduction. Be well. 居然这是拿破仑，真的太酷了。同年代小，我小你两届，目前二年级。哦哦，怎么样？你有没有搞得你好乱啊？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怎么可能知道他是谁？你胡烂啊！真的假的？
What's going on? Where is Monsieur Lafrenière?